怎么在这儿，贞子小姐？将军在你身上付出了那么多情感，而且还那么的信任你。信任？他要是信任我，还会让你来监视我，还会让你在拿到黄金之后来杀了我。你偷听我们说话？你们真是胆大妄为！ 既然想私吞黄金，总有一天事情败露，你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你也只能在地狱里才能看到。 你们快走，我来。走，走。中佐，帮了就这么几个人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？他们就是一群疯子。不过，我就是要借助这群疯子。 除掉小泽一了，还是中佐明智。中佐，怎么了？小泽将军说要您去见他。小泽将军，他现在在哪儿？小泽将军说他要出院，返回济南。现在他已经在医院大门口了，要您现在赶紧去见他。中佐。 小泽，他怎么会跑出来呢？阿志他早有方法，不过他怎么会舍得那些黄金呢？难道？
难道他已经？刘将军，立刻去找到陈策，确认黄金的下落。 将军就算要走，便应该早点通知我才对。对不起了，大将军，事情太过仓促，没能及时通知你。不过这也怪不得别人，你治下的医院防备竟然这么松懈，竟然让八路都昏了进来。为了将军的安全，我决定先将将军送回济南。大将军，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？那就劳烦黑木君，辛苦了。 我会告诉藤村先生的。中佐阁下，我送将军回济南，您不会反对吧？少佐和将军手足情深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我怎么会反对呢？谢谢中佐阁下，我把将军送到，立刻回来报道。小将军。 不必着急，将军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大将军你好，谢谢你这些天的关照，希望你尽快剿除这里的八路，返回济南。我会亲自为你 走！那头上人炸着了！不知道，他们人都哪儿去了？不知道，已经不在车库了。我想，他们一定走了吧？走了？走哪儿去了？这金子呢？金子哪儿去了？黄金呢？小贼也能拿走了。拿，到老大手里头去了。去哪儿拿着？啊，我找人去。你得瞅着点啊！
钉子，钉子，钉子！快快快，走，老哥！钟总，春子果然在药品仓库里面，但是他已经被杀了。我知道，黄金已经在他们手里了。啊！而且，小泽一郎已经带着黄金离开了。钟总，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吗？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让黄金从我的手上溜走。左藤君，秘密传令下去，让大家减弱火力，放那些八路离开。钟总。既然这些八路在这里没有除掉小泽一郎，就让他们去外面缠住他，给咱们创造机会。嘿，人怎么没人了？这鬼子是没子弹了，还是都吓跑了？不会的，肯定是在耍什么花招，咱们小心点儿。车开来了，钉子！兄弟，石头，兄弟，兄弟，九妹子，再打再打，赶紧上车！好，走！兄弟，快上车！这样给你撑着点，你应该舒坦点，啊！铁铁哥，这腿严重不严重啊？啊，没事儿。都流血了，还不严重呢？顺良同志，你去照顾金狗和小九。别动，都是革命战友，你忍着点儿，忍着点儿。先把血止住。哎，石头，那个小鬼子医生弄死了吗？藤子儿，对，戴眼镜那个死了，就妹子扔死的。太好了，这下好了，他们再也不能抓中国人害我们了。啊，黄金呢？黄金找到了吗？就在前头那个小德一郎手里头呢。咱们现在开着车，就是去追他们。立刻致电驻淄博空军基地。嗨。内容如下：今日，敌鲁中南根据地派遣大量八路潜入我淄博野战医院，盗窃大量医疗药品，并沿西北方向逃窜。
请基地速调轰炸机前往，并对目标实施轰炸打击，确保摧毁，务实逃离。独立混成第九旅三十二联队指挥官大藏跟踪。哥哥，喜八郎，嗨！当我看着这些黄金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了一个奇妙的想法。哥哥又有什么天才的想法吗？我要把这些黄金重新融化，把它铸造成中国版图的形状，这样这些黄金就变成了无价之宝，而且我赋予了它新的意义。怎么样，你觉得哥哥的想法奇妙不奇妙？哥哥的奇思妙想真的是让人拍手叫绝。母亲太不公平了，把全家人的智慧都给了哥哥。你现在还是太年轻，我相信过不了几年，你就会和我一样，成为我们小泽家的荣誉。哥哥放心，我绝不会让哥哥失望。这样就对了，相信自己，这才是我们小泽家的男人。你们看这是啥？石头，给俺一把，俺也要。你中吗？不知道前面还要经历多少磨难，面对多少小鬼子，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小鬼子把黄金抢走。九妹子，咱们这伙子人都走到今天了，都走到这儿了，还有啥能让咱怕的？只要能让小鬼子把金子给咱留下，就没有啥可怕的。对，将军，少佐，后面有一辆军车追上来了。难道是大藏？他还不肯罢休吗？真是不自量力。我一定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
钉子，快走！钉子，快走！钉子，快走！钉子，走！走！走！哥哥，这飞机是您派来的吗？我没有派飞机。你们听，我的，小心！这些小日本怎么自个儿打起自个儿来了？这就叫老天爷闹不死瞎家巧，他老人家又在这帮着咱们呢。你们在这疯了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小泽西巴拉，你出来呀！俺没子弹了，你怕了？出来！
点黄金，你值得吗？啊！哎，你放了我，我不要黄金了，我放你走，真的，我说到做到，我放你走。我们都在干什么？还是生命最重要，对不对？我真的不要黄金了，我说到做到，我放你走，你放开我好吗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！给你报仇了！就是你，大饶啊！对，赵闪，赵闪，赵闪！哎，你个老东西，命挺大呀！啊，上次没用肥刀扎死你，刚才你们小日本子的肥鸡没炸死你。那你，你说啥？哈哈，你，我告诉你，刚才刚用肥刀把那个小的洗巴了。给扎死了，洗巴了。别动！
蹲下，蹲下，石头。对啊，石头，皮坏了。这是小泽喜巴郎的哥哥，小泽一郎。石头，小泽喜巴郎死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俺把小泽喜巴郎给杀了，拿飞刀扎死了。俺身上这两刀就是他砍的，但是这两刀俺叫他挨的值，因为俺替你报仇了，俺替你报仇了。这两刀算兄弟我欠你的。说啥呢，你不欠俺的。把他杀死了，往后就没人在屁后再跟着咱们了，是吧？咱们到那个根据地的时候，俺就跟你学开枪啊。老哥，俺你教俺念书，跟你学识字。好好，帮小脚治脖子的伤。咱快成功了啊！你放心吧，石头，只要你伤快点好，我们什么都交给你，我们都交给你啊。不赦的人，你留着他还有什么用？我也知道他十恶不赦，我也想杀了他，但是我不能只图一时之快，要顾全大局。我告诉你，咱们后面要走的路可能要翻山越岭，还有很多，你带着他怎么走啊？对啊，盛南同志，像他这种畜生，万一让他逃了，还得去害老百姓。杀了他！哎，大哥，俺的干爹大哥被谁报仇？盛江，干爹，盛江，别着急，听我说。盛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咱们这次可算是抓着大鱼了。这个家伙肯定知道很多小鬼子的秘密，这样咱们把他带到根据地，要是能把他知道的都问出来，对于整个抗战大局那作用可就大了，明白吗？不行，让他便宜他了。老哥，他真的有那么大用处吗？对，作用很大。那顶子，小乔，咱们就先不急着杀他，要是一刀杀了他，就太便宜他了。你不用愁，你欠俺们的，俺们都会一刀一刀还给你的。就听老哥的，把他带上。咱们得高兴啊！谁能想到，这包金子，没了没了，是咱们这群人把他送到根据地，老厉害了！再加上他，多光荣啊！快看，火车来了，完了！快撤！快撤！拿着装备！撤！起来！快撤！飞爷！飞爷！走！快下车！将军活命，就别打了。说，大将军，赶紧停火！我是小泽一郎，我在这里
为了拖住他们，九妹子，赶紧带着金子还有小脚撤！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别废话，赶紧撤！够及时，拿着金子撤！子楠，撤！龟孙子大子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出来！哎，石头，石头，高级师，石头，钉子。你们认得他是谁吗？说话呀！中佐，好像真的是小泽将军。我劝你放了我们的将军，不然的话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杀！我后悔，我悔大了，我真后悔。当初有那么多机会，没把你们赶尽杀绝。我们中国人没找你们，没惹你们，你们凭什么到我们这儿又杀又抢的呀？凭啥呀？俺不想杀人，都是让你们给逼的，让你们的兵。把枪放下，往后退三里，俺自然就把他给放了。要是不停，俺就开枪了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他说他不相信俺。你告诉他，他们为啥要相信俺？为啥要相信俺？子楠，带着小脚、铁塔，还有肚子，赶紧撤！快呀！一起走！撤！走吧！对呀！走啊！走！照他说的话做，往后撤！都给我往后撤！不听话是吧？俺开枪了！大将军，你在干什么？没听到我的命令吗？让你的手下放下枪，往后撤，全都给我往后撤！将军阁下，